怎么样源头到凶？令郎的病我了然于胸，此子乃是为足月而降生，精血自然不足，况且他的母亲乃是受了雷声惊吓，导致母子二人同时受惊，这样胎儿的经脉受了些影响，况且未成年之时你又强迫他操习武功，你想一想，言苗助长，一定会营养不良，长此下去必会加重身体的恶化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没事，以针灸调治，再服以七针一草，定会见奇效，说不好啊，嘿嘿，还能出一个武林中的魁首呢。哎呀，来调点药，这个小的啊，我要把他带走，慢慢的治。带走？带去哪儿？广州佛山。佛山，师傅，这雨好大，快到前面的破庙里去躲躲吧。师父，我觉得很累，我能不能先去睡一会儿？灵儿，奶奶，是大力气有什么错呀？奶奶，你没事吧？为什么要赶俺们走啊？奶奶，都是灵儿不好，灵儿以后再也不是大力气。老太婆疾风攻心，马上就会死。我来救她。奶奶，回头看啊！你要偷看出点什么事儿，你可自己负责任。看什么看？干嘛包起来？你这头。爆炸头，那你这身筋骨，霹雳筋，哇，那你真的是怪物、怪胎、恶魔、杀人魔，小妖女。刚才看到你也亲了那个老太婆，她毁了我一生的清白啊！那师傅，我们两个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一场噩梦啊！师傅，咱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？镖头，昨天我们的镖队刚进了黑风山，就被这帮土匪给围上了。个个头戴面具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右手刀，左手长竹棍，闷声不响地倒在路当中。他们领头的哨子一吹，全部土匪就冲了上来，而且功夫怪异，右手刀割架，左手棍点穴。被颠倒的都是鲜血，我们个个都被颠倒，满地都在大笑狂笑，一时听不了，我这声音就是被他们害得笑沙哑了。
哎，这场景真是既怪异又可笑啊！他们也不杀人，拉了货又蒙上不想扬长而去，我们就站在原地目送着他们离去，看起来嘻嘻哈哈笑着，倒好像是欢送他们。我自出道以来第一次败得如此的荒诞，如此的可笑。他们才13个人呢、啊、这帮土匪的头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哦，他们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亚狼。哦，这亚狼帮可真不好对付，听说是从陕北那块杀过来的。小东家，小东家，小东家，请放心，管他是亚狼还是恶狗啊，都不要怕他。要是不按照规矩来走，我们就在道路上清理掉他。对，清理掉他。姐夫，快，姐夫，奎儿来信了。哼哼，何况我还有这个秘密武器。我的奎儿一定是练成绝世武功了。敬爱的父亲大人，儿子过佛山，每天在家刻苦练功，饮食清淡，以白米青菜为主。姐夫，吃药了。与人对招，前拳，后脚，上翻，下滚，把师傅都看傻了。好玩的活，周围的人都涌上来鼓掌叫好。而五魁扣上，又待问候贵姨安好。哎呀，真是个好孩子，不愧是我们萧家的好儿孙呐。哎呀，这可是越来越懂事了。臭小子，哎呀，师父干嘛呀，再打就打傻了。哼，那也比你写假信骗你爹强。有的时候啊，好意比恶意还要害人。撒一个谎要10个谎来圆上，你算算你这么多年来你撒了多少个谎？1000个都不止了啊。什么越来越进步了，什么青出于蓝胜于蓝了，全是狗屎，你知道吗？你也就是前2招还有些内力，越往后啊越烂，你就是狗屎。我会的可都是师父教的，那师父岂不是狗屎道人？混账！哎，混账！好了好了，哎，别打别打，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你害我骗你爹在先，又帮着你一起撒谎成了帮凶，我这么大岁数我真成了狗屎了我。哎，你又哭，哭有什么用啊？师父你是狗屎，那我是狗屎蛋总行了吧？这个推断倒是有道理，狗屎蛋。